运动员停止练球，裁判员摆球。在比赛开始之前，提醒一下所有运动员，赛场内有吸烟室，官方暂停，可在吸烟室吸烟，赛场内其他位置不允许，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选手在参赛阶段不允许使用任何通讯设备，包括可通讯智能手表。参赛选手可互相监督，如发现未上交移动通讯设备，则直接取消参赛资格。本轮比赛采用双败淘汰，限时140分钟，25局13胜制。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广州站的比赛现在开始，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三阶段17至32场的比赛。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一号台裁判员冯雅琪，运动员冯泽源、郝天。二号台裁判员宁宏宇，运动员石汉清、张磊。三号台裁判员杜环宇，运动员婉同乐、陈浩。四号台裁判员韩新瑞，运动员郑宇博、包宏峰。五号台裁判员张湘云，运动员杨帆、董毅。六号台裁判员贾舒淇，运动员戴乾隆、戴勇。九号台裁判员张欣欣，运动员曲爱佳、吴昊。十号台裁判员郭强，运动员刘闯、杨少杰。十一号台裁判员王忠尧，运动员张子豪、李克。
15号台裁判员马洪旭，运动员吴泽、樊朗彤。16号台裁判员侯云博，运动员刘健、刘颖。17号台裁判员温龙，运动员单宏宇、管震。18号台裁判员刘小朵，运动员刘俊言、张太义。19号台裁判员刘金浩，运动员冯超、陈浩。20号台裁判员陈超强，运动员刘坤、王金磊。TV 台裁判员徐景言，记录裁判员傅一冉、王翘，运动员张蓝天、赵汝亮。现在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张蓝天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大家观看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在广州站 TV 台的比赛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清勇。嗯，两位球员着这个浅色上衣的赵汝亮对阵深色上衣的女子选手张蓝天。嗯，比赛呢是抢13 ,140 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由于是男选手对战女选手啊，要礼让后衣。张蓝天也是第二次上 TV 了，然后呢，前面那场 TV 台打的这么说吧，还不算是很好，但是还好是通过自己的一个稳定的发挥啊，把这个比赛拿下来了。嗯，我们看看啊，比赛开始第一局，那今天的比赛怎么样？来自内蒙古的女子选手。女选手在冲球的时候是三颗球过线就好。嗯，炸得正啊，可以，力量合适，中带进。你看这球炸的，您瞅瞅，您看看，效果非常好，对吧？这过线都已经满足，就是说过了四颗，然后加上一个中带的话，是的，五颗球。就看在这个长局制的比赛，你的冲球能不能怎么样，对吧？能不能稳定住啊？对，保持住啊！像上一场比赛的李英东，刚开始炸得可以，但是在后面开始失期，对，再往后一点点就是不好了，一下就大比分的落败了。啊，左上有点身材球，嗯，打花色入局。作为一个减法的话，看看这个四号就下方的九号，哎，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拿 掉？对，对吧？我们来假设一下十一号右边底带这个情况，嗯，没有的话，现在就中带下来，先叫一杆十一，直接把最难度的这个球给叫到。或者八号就上方这个花色球，如果说带口衔接的不算特别舒服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减掉，就反正优势特别大啊。后一些感觉上啊，二七可能是并没有挡左边，嗯，就是说，两边都有会更好去叫，是的，啊，选择会更多一点。很直啊，低杆往回来，如果十号左边中带有，叫直一点即可。发力量比较大，顶到十二号看方向啊，中带不好叫，叫右上底带也行，对吧？这个面的话你就不能强求了，强求的话，白球一旦形成一个打十号中带白球向上的方向，你黑八还要从上面再下来，再往左边底带去叫，不如看看他这个方向。
当然从这个进球难度来说，肯定叫中带是最舒服的。对，叫中带关键角度问题，是叫正了可以往右边推，叫斜向了必须上去再下来了、嗯、对吧，像这种还是多少有一点点向上，那么就勉强的往前推一点点，能够控制。你看这后一，我这九号我打了就是我一过渡，我不打我最后拿走之前我挡你一次，没错、嗯、作用很大。第一局张兰天胜，比分1-0，开球清盘，谢谢。第二局，赵汝亮开球。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炸球啊，有球进袋，保证满足四球过线。赵汝亮最近状态非常好，看能不能够保持住啊，在本次分站赛有所突破建树。没有顶出特别好的机会，还可以再调整。基本上13、11啊，可以做一个中间的连线，13号中带，11号就右下。关键是看角度啊，延时。稍显尴尬、啊、嗯，黑八这有点影响出杆了。你这一盘从目测的这个花色球的分布来看啊，赵汝亮打起来需要点准度。对，甚至于我们可能说从这个线路上得从下往上，再从上往下啊。这杆就来看一下11号，是这准度非常棒。哎呀，经常怎么说了呢？你有这准度啊，何愁大事不定啊，大业不成是吧？对，何愁我们家这个小区自行车棚这一圈的这个球友啊，称霸我们当地啊。对，一下楼自行车棚一喊，有没有对手？有没有抢局的？嗯，而不敢吱声啊，是，全都跪下。守自行车棚那个50多岁那老爷爷看见，小伙子，你声小一点。边上这几位球员年龄太大了，被吓坏了。左下没打进啊。
这个球我觉得还是说自信心比较强才会这样去打。对，完全上方这个十跟十五都是有机会过度的啊，毕竟你这个球是在下边啊，下半台，而且下半台离黑八这么近，你提前去打就肯定是要冒风险。是的，争取横向啊，你说太少了。嗯，二号没交到，二号没交到的话，上面还有黄一，有后一剪掉的话，这个位置还是挺难受的，不能提前处理掉一个难题。最起码我说用这个五号调一个好一点，六号再横过去，二和三可以叫同带，或者甚至于二 K 三。感觉这个五号球有点直啊，能往左边蹬是最好的，那蹬到这个左边缝隙里边。倒库过来，左边中带，意外效果不错啊。看看角度是顶三还是够直推过去啊？再立杆尾，二三同带，稍微小了点，是的，再高杆往上推。这个推可能稍微距离远一点啊，发点力，横边库弹起来就好了。打的有点犹豫啊，这杆力量没有打的透。角度稍微有点大啊，但是薄进自然下来。对，角度是还不错，对，就是距离这个位置啊，架杆。能站得住就叫左侧带口啊，如果喜欢发力的话可以横向再蹬啊，这么直着往上定杆就好了。赵汝亮胜，比分1-1。谢谢。第三局，张蓝天开球。
上手一个向下的角度啊，看看凤西的四号，这个全局观是真好啊。请打，再叫一下三号，对，上方不留球，而且二号右下也是有啊。底杆点住就可以了。顺推下来，这个球其实都可以叫一个，我们经常说双位。嗯。就是九号跟八号中间这个区域啊，有一个是有主动的倾向的，对，左边这颗，但是我刚刚再往下走呢，我也能打死，再往下走，六号也够了。这一盘赵汝亮其实刚才都放弃了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打法，就先把这两盘下方吃掉，然后从上方开始往下，就从下往上，从下往下就这么一个青苔，他是选择从。选择中带过渡，这局面能力强的选手他有多种的方法可以打光，左下也够，刚才上手超强观念就都已经叫到四了，我就不打，我打那个。第三局赵汝亮胜，比分2-1。第四局赵汝亮开球，这个开球啊，他跟张国鹏他们俩真是太像了，作为这个梦之队的队友啊，小伙伴在一块儿肯定交流这个冲球的打法。对，赵汝亮也是依靠自己强大的冲球啊，也多次获得咱们的这个大师赛的分站赛的青苔王。对，你说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就是你只有在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球局面和能力的状况下，才可能去完成大量的这个炸青数据，是吧？然后才有机会可以拿下这种青苔王。你还别说，如果做一下统计的话，赵汝亮没准是这个近两年来，这个近三四年来炸青王拿的最多的。嗯，甚至于说在这个总决赛里边也拿过。轻顶一下啊，然后中间这个花色的选择就比较多了，是的，就中带底带都 OK， 感觉踢完七反向都可以了，但是顺向刚这个位置正好是一个中带的角度啊，
甭管我是顺着的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我这球基本上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啊，点一下推一下下来，再点一下推一下再过来。好了，这个时候就是十号跟十四之间啊，协调一个角度，可以把两边中带啊。小心马甲，不行就是加上板或者加杆。关键是看角度，直向后啊，角度大向上，完全就是低杆跟登杆的区别啊。第四局，赵汝亮胜，比分3-1，开球清台。第五局，张蓝天开球。哟，这白球位，看看上方啊，左上一花球，正上方一个红三，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进攻位置。而且再看六号左边中带啊，可以打，那顺势可以 K 三这个球啊，你不需要去避开它，因为你怎么着都得下来找机会再打。K 薄了 ，K 薄了，红三基本上是可以作为一个放弃了啊。那围绕着下方这个一二四，等于说你的备选球少了一颗啊。这种比如说变化的这种套路啊，或者是选球次序，又少了一次的这种选择啊。这就有一点像这个这么说吧，买中彩票里边的组合一样，少选一个数字对吧？少一套。或者少几套。两袋口想打进啊，但是打的位置差了有点多。对于赵汝亮来说呢，一个是这杆球首先看看能不能用白球帮进他，是最好的。打十包边，如果白球能扫进之后，恰巧啊挡到十号后面，完美的线路，有一定效果。黄一没挡住啊。这个球挺考验人。有经验啊，就是擦前擦后确认一下啊。10秒，延时。好，左下角。
中带十一号是肯定可以打的啊，白球往左边多推一点。那再看下方，这个最右下方这颗吧，花球还是有机会从底库啊和边库这边去想办法，把黄一啊，甚至于十五这儿呢处理一下。对，蹬过来，好，十二号就这颗球。还是推上来顶开，角度是关键啊，这个球不算很好，他并没有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线路啊，比如说我去找机会把十五这边左下角去解决一下。如果说刚才可以把这个左下角黄一这边给他 K 走，那可能后面十四跟十五在左边地带会很好选。十秒。打进。那么中带这颗九号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向下过渡啊，最后一颗球的位置了。对。也是我们前面有在说啊，中带球承上启下啊，过渡一些有难度或者 K 球的一种被选择。其实赵守亮一直留的这个是我一号球没动，也是想的把右边的中带清理光了之后，最后一个小面打反向。那就看你的到位率了。有点轻啊，有点轻，白球看横向出来要不要撞四二的上半边啊，能高杆撞到四二球的上半边还有机会往上走啊，往右往上，甚至于说单独的没有碰到在强行的上边库，有角度看来比较大了啊，立杆尾，立杆尾从下边走了。十秒。有这球都没有强球啊，那左上角可是难了。三号不用考虑，打四。留二号球，留这个一号球向上啊，尽可能把白球叫的跟八号球直一些，近一些。同样，从底库出来也是留四号往八号球这个方向去叫。一切都要围着最后较近较直，
希望这个失误不要对张蓝天这个情绪上有影响。打的没毛病啊，这个想法可能在这个最后杆法控制上稍微的欠缺了一点。第五局赵汝亮胜，比分4-1。第六局，赵汝亮开球。又是一个单色画色都能选的一个超好局面啊。10秒。啊，这第一杆的效果。中带啊，非常精准的一个推下，而且有把握下一点点低杆减速，就不要往右上方走太多了啊。把握了啊，把握了。赵蓝天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最顶啊上方的这个黄一啊，顶部这颗可以作为一个最后放弃不去打球，但是你这里边有一个下方的红三，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如果红三在右边中带这边黑八，还是说没挡住啊，用四号球可以调一个很好的中带，然后反手把这个三七这一位置去解决掉。我觉得确实啊，黄一可以作为一个放弃的球。10秒，连十。这个球从这个位置看啊，也是现在12、8号中间的这颗，甚至10号啊，都可以做一个上手。
哟，这个球是江江啊。嗯。这一撞你还别说，有点效果对啊，有点效果。就是这个、看看十五三号跟八号中间啊，右下方有没有？没有的话再挑别的。打这颗多少要带一下花色球了。五号一号进球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留最后一过渡八号的这个角度不能太小。这个角度得发点力了。灯还是推呀、啊，都得带点力。打进是必须的啊，但如果说实在对准度有要求的话，最差也要挡到这个袋口。张兰天胜，比分2-4。野爆硬核，
聚匠心，职业标准，以报求杆专注打杆，赢家选择。第七局，张蓝天开球。十四，哎呀，停在了袋口啊！如果这个球可以过线进球的话，刚好是满足两个球次。看看赵亮的一个选球啊，花色，左门中带，下方把九处理掉，低杆回来，把十打了，再往上走，上方所有球都围绕着一个黑八，最后的交位啊。如果你用十一号往下叫的话，黑八左门中带啊，是一个最好交位的位置。上手先把左边上方这颗打掉，然后九号打掉，拉回来十号打掉，上去，上方一个带口，左上十五、十二、十一。就围绕最后一个黑八，争取能叫到左边中带。看角度，角度是不是还可以吃底库边库往上走啊？还可以啊，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中带的十二号球就没必要了，嗯，它是可以打进的，然后下一点点中低杆直上直下，把这个十五和带口的十四打掉之后呢，十一留一点点向下，对，已经到了一个规定动作了啊，对，中低杆右塞打一半，慢慢边库弹起，略微的有一点点随手啊，那就再调一杆，能控制，不是说角度特别大的，对，这杆你看角度了，你是中低杆滑下来还是高杆吃边库啊？第七局，赵尔亮胜，比分5-2。第八局，赵尔亮开球。这球分散过来这个速度啊，包括方向，
冲球效果、进球率是稳定啊。嗯、对，白球定这位置啊，很好选球。这盘局面还挺有意思的，上面一个黄一，下面一个十四，位置还很接近啊。不管你选哪一组，都有一颗护边球啊。先下来，好，主要是奔着这十二啊。打完十四，把十二成带叫到叫直，低杆点一下，或者往右边。中间横行往右边走，再一叫中带啊，甚至于上方底带，这局面基本上就开了啊。能够瞬间通过这四十五秒的出杆啊，哎，找到这么一个最佳的线路，赵汝亮的这个思路想法真的是现在就是储备多了，排名啊啊，储备多了，打得多了，就会比别人反应快，反应快，明显反应快。刚来学台球的时候，老师问你的是一加一等于几啊？跟老师说可能等于二，对吧？那等于三，为什么等于三，对吧？慢慢的变成了加减乘除都有的，就进阶的一个过程。从之前有一盘右边中带一堆，到打完之后都叫小面打中带。虽然说最后八号球左上角没拼进啊，但是整个的这个次序。乱局当中的处理，还可以，可以给一定分数啊。虽然说可能不是高分啊，那盘我有不同意见，感觉最后就是执行力稍微差了一点点。最舒服的角度，横台就好了，也是最习惯的一个打法。第八局，赵汝亮胜，比分6-2，开球新台。九局，张蓝天开球。换了一个侧向的位置，有可能要加大力量啊。确实啊，大力炸。但大力炸的这个进球率更是不好控制啊，而且。能看到炸稍微有点偏，差点飞出台面。对，如果说单色七号球啊，左边中带没有被挡，这边打单色入局是比较容易上手，而且从局面来看，中带是有的。对，下方利用五号向下过渡也好，这边有的打。对，把这个最下方四号球啊，去协调一下，过渡一下啊。
因为花球现在是不好上手啊，花球都是一些感觉比较被挡住啊，或者是不能直接进攻的位置。延时。大胆尝试来了，嗯，对，就这个杆球，嗯，如果有线的话，就是哎，五四这条直线，轻轻敲一下，好球，看够不够直啊？基本上是九十分以上的分数了，已经是。好线路啊，从下方这个绕库的这条线路，尤其是在八九这个位置啊，走的还非常准。这个表现是天花板的球员的表现啊。继续，再来啊，角度合适，再中低杆往下蹬。七比二啊，官方暂停。第九局，赵汝亮胜，比分七比二，官方暂停五分钟，五分钟未到判废局。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前九局赵汝亮是7-2领先张蓝天，一上来前面两盘其实还是没太显出来到底怎么样，火力如何，但是随着这个第三第四到后面啊，这个赵汝亮越来越把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场上的发挥能力啊体现出来了。那可能大家觉得在场下练习都差不太多，好像是你只比我好一点点，但是在场上这种变通啊，临时炸完之后的线路选择，对，就显示马上就显示出来能力了，选手的级别能力了。而且还有像我昨天我们说这个，包括这个今天张功鹏啊，前面还有郝天等等，就这个想完之后的执行力很直接很坚决。而且比如说我打10颗球里边有8颗肯定是成功的，按那条线路来的。哎，想一想最近几个赛季赵汝亮的排名啊，在年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前4、前5啊，有这么一个常年稳定的发挥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真的是成熟。单侧向上一 K 并没有说 K 到左边带口附近啊，有点太靠上了。太靠上怎么办呢？可能后面还是要有一个先后击打次序，比如打五打三或者打三打五啊，看白球位置了。直接上手，红衣右下，白球钻缝隙，左边上来，打太薄，而且 K2，出问题。像这种就是说，赵汝亮主动的出问题的时候，赵蓝天就应该去得分，必须要去这么说吧，去拿分数啊，让对手知道你的，哎，我还是可以得分的，不然他越打越放松的话，你就不好办了。对手的气势一起来，自己就很难再翻身了。包进，再走9号，没有啊，又换到一个左边。这个位置真是打中带向右上方还线路太长啊，左上底带直接叫12号，好准度。这杆球选择空心是有讲究的啊，不能轻易的借力把对方的球打活。对，高杆有个两库，15跟9可以叫同带啊，不要碰黄衣。这边钻28，再往上钻27，好，轻打看中带。中带有一个向下角度，不算很好啊，那就低杆不要碰15，下来15号借6号力。关键就是看一下选择啊，哪些带口可以打，然后呢自己的力量怎么样更好掌控，让白球少走还是多走。叫了一个左上啊，稍稍的有点轻啊。
十局，张兰天胜，比分3-7。第十一局，张兰天开球。犯规。啊，再次的调整了一个位置啊，但是开球还是有一点点的偏画面的右边啊。对，扎到了第一颗的右边，然后白球本身有一点跳，先后自由球。接啊，下方底带，白球往右边蹬到库边，中带叫的稍稍有点小啊，向下角度有点偏大，直接跳六啊。主要就是避开中带的带角。六号推下，中带一定要留角度，角度很关键。嗯，向上调五号的一个角度，最好就是把这个十四呢轻轻的顶到上方啊。五号也 OK 啊，基本上只要力量控制好，碰到就有机会，因为右正好右边的这个七号是一个万能过渡，没错啊，有衔接球啊。没 K 走十四呢，就面临着一个什么？面临着一个你的角度，对吧？十四如果 K 上去了，你打五号往下的时候不用担心碰到球，不用担心碰到球。但是现在十四在下边没 K 到，那你打五就要小心，要绕过它啊，要避开它才可以。左下，准一杆啊，正常就横向的，甚至于说低杆一点啊。第十一局，吴亮升，比分8-3。
十二局，赵汝良开球。哎呦，也是要求精准啊，不是说完全整个的带口，没打进，换到张蓝天，打完赵亮自己也乐，没想到没有打进去。延时，下方六号，你这杆球的角度白就可以控制啊，避过十一。轻打就好了，八号球反向，第二局，张蓝天胜，比分4-8。世博台球杆盒，欧洲设计，高新工艺，三层抗压 PC 合金，六重保护，极力减少挤压、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质保3年，世博台球杆盒，给球杆婴儿般保护。乔氏荣誉出品。第13局，张蓝天开球。
继续侧向，中带进，还是大力炸。那这杆白球明显有控制稍微好一点，就是没有太偏画面右边啊。前面两次都是向右边偏的有点多，他也知道做调整。好薄，继续看五号。如果有可以把五号打进啊，顺势把黑八向右边撞一撞，这样的话黑八带头这边会更好选。没有，有立杆尾，本身也够啊。好球，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围绕着这个黑八的袋口啊，去选择上方我用哪一颗啊，下来叫黑八。这边能清楚的看到六跟七之间的一个位置。黄一基本上就是一个中低杆轻搓右塞，轻轻的减速，不要太快。我感觉可能要顶固这样过来。这个绕过来六号应该还是不太够。而且他那个他绕那个方向，如果说刚好在这个左上那个花球的附近啊，刚好可以打反向底带啊，那还好。但是这个力量也对太重了啊，太重了。十秒。一打一防，五四我后一对吧，你呢要都打才可以，所以我牵着你在挡带口。赵亮这边还是多数啊，把这个十一往下稍稍打一打，白球往这个十二这边啊，做点防守。这个位置不理想啊，有点太靠上了，对，而且是有点贴库，而且现在左边中如果要是赵守亮进攻的话是有机会顺势开的啊，顺势带顺势一 K 啊，对，然后中带的九号球就没得打了，九号球看样子还可以衔接一下。
啊，这回更安全了，直接是把黑娃左边的袋口给挡住了啊。赵亮就可以按他想的计划去按次序，从上往下去一颗一颗去打进、啊、嗯，然后呢在这个后面找一个袋口，基本上就是下方的感觉就是左边和右边的这样一个位置了。哎，敲一下，敲一下不好说了，敲一下的话那就右上方这个四号的袋口看看要不要去再拼一杆啊。左中十五还是挺难的，右上，右上推上去，左下方有十五、十二号有个反向的机会啊，不打不打做防守，打完要再碰库，嗯，可以。而且白球跟十一应该没有贴，没有贴左边边库的位置，应该还是可以线路啊，对，多少下一些比较强的旋转啊，还是要走两脚，小心别连击要出牌，这个库边太短，对，距离太近。没接到犯规，自由球，弹起，弹起十二角度太大啊，角度有点大。那上去先打右边十三、嗯，然后拉过去叫十五，就是左右打了。对，十五完了叫十四，十四再下来叫黑八。十三局，赵尔亮胜，比分九比四。第十四局，赵汝亮开球。八号球左下也有过，可以选择花色球，这边都是开放的，拿捏一个力量，先叫五号左边这一颗花色，甚至十一都可以，因为十一左下右中都有。八号就在简化，顺势调右下，
左下角这个十二十四都是一个没有相连。立杆尾叫二八这个位置，先打掉下方两颗其中一颗，可以打十二都可以，打掉一颗上去，有点小啊，可以顶一下七。安全线路的话，还是从下方啊。往上去打这八号，力量是不是要偷一点，带一点右侧旋转，看够不够啊，没问题。第十四局，赵汝亮胜，比分十比四，开球清牌。第十五局，张蓝天开球。左上进两颗啊。而且是开球过线，那感觉这个球炸的还是有一点点偏画面右边啊，有点跳。好，失误不打啊，放弃了。左边两颗，争取先把这个上方的。十二号球啊，就中带那两颗，嗯，先打掉一颗，尤其先打下面这颗，能低杆横向把四顶一顶都没事儿。一定要杆法低啊，力量不要太重，滑过来，滑过来继续是一个稍稍的啊，有点角度大，但是。距离比较近啊，低杆还是能够尽量的控制住，最好是可以叫左下角那个啊，因为你一旦叫到这个十，再叫左边那个，就容易出现叫过之后角度不好的一个情况。再推上去，还是叫右边十号啊，那就是有点求稳了。
而且白球距离库边比较近，他这个球正常下低杆轻轻打往右下角斜向的慢慢走啊，还是可以叫到这个花球左下的底带的。那这杆就一定不能掉成向右的角度，要多少往前蹬一点点，甚至于说较直左上没有。这完全是走位上的一个问题啊。赵国亮上手红三啊，往下来叫七，把七打了之后二号再解决，往上的话上方三颗位置还是不错，稍往下推一点点然后再推，二七可以叫同带啊，也可以低杆顶一下那个花球。比赛时间已过半，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奔着上方带口六号叫都可以啊，六那儿还是有点影响黄一的这个带口。这杆球可真是危险，这角度留的也不算，觉得尴尬啊，太舒服，对，位置走的不好。看黄一这个带口吧，是右上左中，对吧？这是一个常见的两个带口，顶库边库，左中叫道，黑八左上，应该是有多半个带口可以去，对，可以去打。十五局赵如亮胜，比分11-4。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飞离。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Box gun， 恭喜和中式台球。6局赵如亮开球，也是有点像这个走在世纪边缘的一种开球啊，刚好是进一颗，过三颗，满足四球过线啊。力量确实有一点点轻，一点点轻，看定颜色啊。14不一定要打中带，打中带是不错，但是你要白球叫到上边才可以。以他这准度，我觉得现在就直接左上方，对吧？打单色也行啊，你打一顶。对呀，你选择，你还可以选其他颜色。是。不是唯一的，够下啊，没问题。
能绕就绕一杆啊，避过花球就可以了。能绕就绕啊，要推两颗出来。主要是这个十还是避过的。先调了一个七，七号打完之后，这个位置还是马上就局面比较开朗了啊。那个自然向上，对，走这个花球跟八号中间的斜向的东西往上，控制好力，上去奔一走都可以的。现在其实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已经是要把黑八的带法想明白了啊。选择多，那你的变化组合就要想清楚。下边的这些球什么时候用啊？对，最好不要上库，上库九号里边危险，登上去。黄一再推顶库下来，甚至于说你这低杆又再走个角、啊，对，这样奔着九号上面就顶到他，你都不会坐上斯诺克。打都是一些比较安全的线路，那这方向我刮到一个包边也过来了。打得多，成绩多之后，他这种复杂当中找到一些东西的这个时间反应快，就我就这么打，这条线上最安全，肯定没问题，对，不会像有的选手来过来去的琢磨。八号左下够的话，三八同带啊。左塞推两库出来，撞到十也没事，帮忙了，调离更近的位置。第十六局，赵汝亮胜，比分12-4，开九青台，谢谢。第十七局，张蓝天开球。犯规。开球右边又是吊带啊，但前面我提过很多次了，这个开球明显有点偏画面的右边。先后直球。没进。中带炸不进，白球飞出去，白球又掉右边中带，它像右边倾向很明显啊。因为你炸的有点偏，所以你的力量不能够完整的给到这个球堆。好，过来带一下红三，中带。哟，看看啊，这中带感觉上还能打啊，五号球左中，并且要看一下你这个七这边要不要借一下七号球啊，借一下一发力。你还别说，你看借完之后，对吧？这就是有经验的球员和没有经验球员之间的区别啊。我在什么时候需要借力的时候用力还是不用力？不要把它接完之后停到这库边上，我后面也很难打。太熟练了，打对。乔十三的比赛啊，12-4到赛点。基本上在这个轮次是双败的。是的。今天还有两场。稍后的4:30。
嗯，本场比赛恭喜赵若亮获得胜利。稍后是4:30，比赛继续。对。